高的像啊，你高度不是怎么教的啦？你告诉我啦，爆头球到外野，大概站在那边干什么？怕垒包被偷走是不是啦？是啊，我请兵哥来指导了啊！哦，没有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我的学生的学生真的是我全部好赞。你在身边输哪里？你在身边输哪里？万孙，狗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豹子腿方长勇。吓到我了！今天我们这新球衣开箱，今天是第一次 SSK 赞助的，那球棒也是 SSK。那今天是来参加这个斗六市长杯，那是什么样的赛制？邀请八队。而且是算是全国的精英，那他们是第一届举办，那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杯赛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南投称霸，我也要出来称霸一下雄虎。我们打着南投联赛没输过的球队的名号啊，来迎战我们全省各地的优良乙组棒球队，我们目标就是冠军了，夺金。其他的球队，把你们最好的挑出来。然后这一个比赛有别于我们以往友谊赛，可能说我现在下场了。那等一下我还可以再上场，这不是，这是正式的比赛，所以我们的调度人员的调配，等一下都会由茂奖全权来做安排。对，每一场都赢才有冠军的希望。是吗？一场都不能输。对啊，那我们今天招那个日本甲子园了。对，那对 对，我们都还没讲为什么今天草爷没有来，因为草爷昨天参加金钟奖的颁奖典礼。那所以他昨天回来是比较疲劳一点，所以今天他就等一下下午那一场才会出现。那在这里跟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。哎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进去会场里面。对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我们现在采访到的是斗六市的棒委会主委。主委，为什么来签稿节？为什么会举办这个比赛？啊，因为哦，咱小的组的场地最难找，啊，又是不是很安全？我为着球员的安全，啊，阮斗六都有这个两座相当标准的棒球场，我们把这个场所邀请社会组来哦，来这比赛，就是讲，让球员有相当安全。啊，这个标准的场域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们球员去享受这个比赛，吼、哦，大概是安尼。谢谢诸位，感谢方教练，谢谢，大家加油，谢谢。可能是我比较常来抖的比赛，所以我跟着主委，其实今天是第四次还第五次的见面。我们在打友谊赛，他也都会来。我觉得啦，就我的观察，我觉得他对棒球的付出是我是看得见的。他现在要打造这个斗六的棒球城市，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有各个我们企业组成的业余乙组棒球队，也都可以多多来参加，来做这种棒球交流。而且他有一个好处是，斗六棒球场他的场租没有很高，他可以提供给乙组球员进来到职业场地来做打棒球的这个动作。因为要进来到职业场地，职业选手机会当然会高一点，那一般的也是可以享受这样的球场。我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啦，方昌是我哥哥啊。骗了。我是方昌我弟弟呢。骗了。对。对。对不懂。李湾阿唐是干懂。台湾常有。哎。还是同志。哇。今天我们在做这个战术的话部分有什么？有可能会以小球居多，因为时间短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小时三十五分钟不开新局，所以我们尽量要得分，有点就像 U23 这样子，也有可能就是三垒有人会的强迫取分，这样子的话赢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。是这样子。
真的是很大只的，然后你觉得对你打击很有信心，那就是把全力围起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是点，好不好？把你送过去之后，后面你放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是六分小球，战术比较多，一分差的话，有可能强迫举位也会有。韩秀老师进，走。你最近跑太远了，很累。可能要照顾一下他，因为有点年纪了。又敲出一支。对啦！哦，要关心一下他，关心一下他，你看。我应该是翻白了吧？大概三年没有这样跑了。两个都很喘，他现在这个还在喘。我跑三个垒包哎。拍他，应该时间到了吧？判定时间到了，我们三局上4-0。哎呦喂！很紧张哦，因为蛮累，一人出局，所以我们赢四分。但是阵如果守起来的话，我们的气势又再回来。哦，乱流了，乱流。先把追平再说，好不好？韩秀投进！对。
教练像啊，你教是多的，怎么教的啦？你告诉我啦，爆头球到外野，大概站在那边干什么？怕你爸被偷走是不是啊？只好请兵哥来指导了啦哦。没有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我的学生的学生真的是全部完蛋了。你在身边孙啊你，你身边孙啊你，外孙，公孙。怎么发生什么事？要交换一下，交换一下专业的超级王牌棒球队的三垒指导员。兵哥，下满垒，兵哥要出来自己处理一下。哦，动作就这嘞，哦哦，动作很多，我跟你讲，再一次。啊！对啊！哇！哇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！谁？谁 ？OK，OK。有。够杀分了！真的有太有差哦。选手价值，真的。那你屏东我两点嘛。如果我们这场赢的话，就下午三点再打那个下一场。那，如果我们这一场输的话，等下就接着一点就直接就去打。啊，如果我们输的话，陶爷现在还没来，他可能就等到了，来然后看看，又回去。哦，几多哎！好，一垒手很好，一垒手很好。谢谢麻烦一下准备帮我们讲一下我们今天大概状况出在哪里，准备要打击好不好？就攻击面的话我觉得你们很棒了，那有把握住我们那个第一局，然后还有刚刚那最后一局，一个球队里面好，就是从领先然后被追平到落后的时候，要再反过来那一个气要很团结，那在你们台球老日记里面有看到这一点，那要保持下去。好，以上。我们第一局都有掌握到自己我们该掌握的东西。是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要给他鼓掌，因为他那三分他打回来了。今天就除了游击手，其他都表现很好。OK 啊，加油了。OK， 好了。第一场比赛顺利拿下，8-5。哎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等草爷来，草爷应该我们打三点的，我们这一场赢下来，所以等一下打三点，等一下马上打电话给他，问看他到底要出门了没，好不好？应该醒了吧？啊，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希望影片完点赞再分享，可以打开小铃铛。还是要订阅我豹子腿棒传统。海秀老师主频道也是要订阅。好，想爱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Mm-mm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. Don't mind me. I'ma just grab my stuff. 哎，你在哪里？我2点前到啊。2点前到。OK。
好，我们赢下第一场比赛了。好，好，你准备来打三点喽。好，拜拜。我以为你要骗他。帮我奖金打给他了啦。哦。